小光头，圆圆润润的小光头。好用。这时候啊，最后的一次大米过完这回啊，我们啊只能明年再见。哎呀，这一粒一粒，来汤。太香了。还有的朋友啊，喜欢吃八爪鱼又不会做，别着急，朋友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呀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这一包是半斤，你自己看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这么一大碗，我去，都装不下了。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啊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的 Q 弹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你来尝一尝，回家尝尝吧。嘿。